嗨，大家，我是瑞奇。这支影片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也会去很多个岛。然后呢，影片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安排这些景点跟这些行程。好，影片有点长，但是如果你想要来澎湖玩的话，一定要把它看完。这支影片绝对是你在 YouTube 上面能够找到最完整的澎湖旅游攻略。好，那我们出发吧 ，Go！ 嘿，现在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央老街。是全澎湖最历史悠久的街道哦，好像有400多年的历史。这里当时的繁荣据说堪比西门町哦，所以这有一个叫做马公的西门町的号称。现在七早八早就有一大堆人在这里，这地方也是来澎湖必来的地方啊，因为毕竟是澎湖最早发展的街道嘛，就跟其他地方的老街一样，就是卖特产啊，卖纪念品啊，卖一条根啊，奇怪，一条根不是金门的吗？啊，澎湖有一条根哎，这边有个长得特别不一样的建筑，哦，好帅，中央旅社。在老街旁边发现超美的古庙天后宫，超级美的。我无意间进到了这个天后宫，然后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这个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哦。哇，1600几年就建了，好像。哇，难怪里面这个建筑这么的特别啊。我差一点错过全台最早的妈祖庙，哇，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哎呀，好，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出发。嗨，我现在在笃行石村，据说笃行石村是全台澎金马最最最最最最最早的眷村哦。好，全台湾各个地方的眷村都有那个最早眷村之争，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眷村，眷村都是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它是1896年的时候建的哦。走，笃行石村这边总共有78户，以前是澎湖岛司令部跟马公重炮大队他们的眷舍，感觉都是威力超强大的部队。好，要逛完笃行石村了，我们前往下一站 ，Go！ 嘿，这边是魁壁山的摩西分海，很漂亮。现在刚好是退潮的时间，可以走过去对面哦。摩西已经把海给分开了，呀！我发现它这边有个可爱的小旗子哦，现在是绿色，意思是可以过，红色应该就不能过，那黄色是建议不要过，嗯，大概是这样。蛮帅的，你们各位看看，真的蛮帅的，哇！配上这个天气，哇！谢谢摩西帮我把海给分开了。摩西把海分开呢，是为了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好，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圣经的摩西分海的故事，这就是台版摩西分海，退潮的时间才可以过去哦。过去对面那一边好像有点远，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走。这个九桃不是很好走呢，我的脚一直在翻船。哇，堵到退潮真的实在是太 lucky 了。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边的潮汐时间，退潮的时候来，你才可以走过去，才有这么美的风景。要不然你就只是远远的在澎湖本岛上面看一个海上的岛，就这样而已。好，那我们前往下一站喽，出发。嘿，这个地方叫做通梁古榕。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眼前看到的榕树根全部都是同一棵哦。这个榕树就在这一个幅员范围里面到处盘根呢，你看到处都有，这些全部都是同一棵榕树的哦。
好厉害的榕树哦！这棵是榕树头300多年哦，这一株300多年的老榕树，让这个地方俨然也成为了一个景点呐、啊。旁边有很多卖纪念品、跟卖冰、卖食物、卖小馆面线。它的这一些气根，据说林林总总全部加起来，总共有90多根哦，90多根是吧？我们来数一下，是不是真的啊？我开玩笑的。好，我们前往下一站出发。嘿，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澎湖跨海大桥，鼎鼎大名的就是它了。你们如果要往西屿去的话呢 ，Please go this way。它在金门大桥建成之前，它是全台湾最长的桥哦。2494公尺啊，当然金门大桥建起来之后，它就成为第二名的，但还是非常的长。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站喽，走吧。嘿，各位，这一站呢是从明清时代就开始发展的聚落，叫做二坎聚落。你不要走，等一下。你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非常大量的这种矮墙，有没有？这个叫做菜宅，因为这个地方东北季风非常的强劲嘛，所以他们就会建造这种菜宅去保护他们的农作物，才不会被风吹得一塌糊涂。二坎聚落有河豚，生气，生气，快点生气！自从逛过嘉义的花砖博物馆之后，每次看到老宅的这种花砖，有没有都会特别有感觉？因为每一片花砖都有一个故事，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它不是单纯装饰品而已哦。这些花砖都好可爱哦，还有鱼跟南瓜哎，你要吃哪一个？这里的老宅很奇妙哦。他们都保存着大部分都很完整的原始结构，但是呢都换上了气密窗呢。这里好多猫啊，这里一只，那里两只，哎，这里就是二坎聚落啦，很值得来逛。好，那我们前往下一站咯， Go。 嘿，你看我身后有一个超酷的东西，它叫做西台耳炮。顾名思义，耳炮就是要骗敌人用的。就它这里做了一个大炮形状的东西，有没有？那敌人看到它就以为，哎，这里有一个炮台，轰炸它，轰炸它，然后它就会浪费炮弹一直轰炸这个地方。哎，所以它是假的。它很巨大一个哦，超级巨大一个的，很帅气耶。虽然就只是个水泥，这个耳炮的左边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群白白的房子吗？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溪啦。我们呢现在就要登到前面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去看我们的澎湖小溪啦。Let's go！ 哒啦，就是这里啦。你们像小溪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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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98分。哇，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里有很 international 的感觉，但是又有澎湖它自己的味道。Nice。推很远，这里真的很远，这里大概就是最远的一段了，再过去就只剩下渔翁岛灯塔了，但是很值得啦。帮你们找到一个很适合看日落的点哦，但是看的不是日落，是日落照亮的城市，多美丽啊，美丽到不想走。我们再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吧，第二天行程 Go。 嘿，大家早，这边是爱门沙滩，整个澎湖有非常非常多个沙滩，我就挑几个来带大家去走一走。这个阿门沙滩啊，它比较偏东边，它在机场的附近，它这里的沙非常的干净，而且沙的颜色是白的哦，不过太阳非常的强烈。这似乎是一个能动能静的沙滩，那边有人就在那边静静的踏海玩沙，然后后面那边就有人在玩水上活动了。今天天气很舒服，完全不会热，我超想在那边躺一整天的。可是我要带你们去更多地方，所以继续前往下一站，出发。嘿，这个地方叫做古叶灰窑。所谓灰窑呢，就是烧制石灰的地方。
大约1960年代时，台湾本岛大量替换处，因此有非常大的石灰需求，说不定你家的墙壁就是来自澎湖的石灰哦。这边建的这样子有点像希腊哦。好，我们看完果叶会要前往下一站咯，出发。嘿，我现在来到了湖景屿。湖景屿呢是澎湖的第七大岛，它的面积总共只有大概2个平方公里。为什么来这边？因为这边很多猫，很多很多很多猫，这也有台湾猫岛之称哦。这边会告诉你湖景屿有哪些地方可以去，还有在影片的最后会告诉你要怎么来湖景屿。好，那我们先去探索找猫咪。湖景屿呢可以分为东山和西山，通常观光客都只到西山去，而东山虽然大部分是不能进入的军事管制区，但还是可以沿着海岸线往东边一路探索。至于猫咪们，则是出没在码头附近的小路和房舍之间。走在这里真的有探索的感觉哦，而且这里的路非常的蜿蜒，然后一路往上爬，那后面就都是这些废弃的古厝，很漂亮，超漂亮的，好想住在这哦，还有很多猫作伴，嘻嘻。这里真的好多猫咪，猫咪 everywhere。这个岛上有超级多这样子的废弃古宅。现在就让瑞奇带大家去看看鲜有人机到达的东山海岸线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哦，对了，偷偷跟你说，东山的景色啊，比西山还要美上大概300万倍哦。哇，这里很壮观，非常壮观，一直往东山过来到一个尽头。后面这片玄武岩真的实在太美了，整个人打寒战，疯狂的打寒战。现在就带大家去西山看看吧。这个地方就是西山，往西山的路往上面一直过去，你就可以在那边尽情的游玩。这边呢，后面有一个观音公园，上面有很多的佛像，最中间有一个观音像啊。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本地人，他现在是居住香港，然后他请人去雕刻这些佛像放在这边，回馈自己家乡的概念。好，但是因为就不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意义的景点，所以我就不待太久。大家如果有来西山这边的话，有经过，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各位，我来到了阿萨布鲁星球，这边有不属于地球的植物。这边呢是一个日军所建的观测所，它是用来观测海平面上面的状况，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蚂蚁洞。我现在站在这边讲话就有很大的回音哦。Hello， 哦，哦，好大哎，很多间哎，哇，休息室，哇，里面好多间哦，哇，里面超大的。寝室，我们看看他们房间有多大，这样这么大。你们看到下面这些洞，这就是刚刚我们在下面的时候所观测的这个窗口，然后这边就是海边，不是观测所，是观测所啊。这个观测所走下去看，别有洞天哎，里面空间超级大的。好，我们前往下一站啊，继续出发往里面走。哇，这里到处都是异星生物啊，哇，他们会不会突然动起来啊？好，那现在这边呢叫做北回追日大道，这一条线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来，嘉义这条线也有经过哦。好，大家可以来收集一下台湾的北回归线，好像花莲那边也有一个，对不对？这大概就是湖景屿最西边的景点了。好，这就是湖景屿，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岛吧，走。这个地方呢就是统盘屿，统盘屿超小的，离湖景屿非常的近。统盘屿它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倒盖的脸盆，所以叫统盘。这边有全澎湖最高大最巨大的玄武岩，高达20公尺，
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呢，这里又有澎湖的黄石公园的美称。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护照拿出来翻开第48、49页，它的背景图就是同盘屿哦。好，带大家去看玄武岩，走。我看到玄武岩了。这里的玄武岩是全澎湖最巨大的哦 ，so tall。这边有玄武岩落石哦，大家走在这边要小心，然后从上面掉下来。这段路实在太美了，太美了，天堂路。这里就是湖景跟统盘它的套票行程，那我们前往下一个岛吧，第三天行程 ，Go。对了，因为麦克风没有接好，所以接下来有几个景点就用旁白来陪伴大家咯。首先我们来到了南方四岛中唯一可以登岛的东极屿，这里距离台南市只有40公里，从台南的将军港坐船只要1个小时就会到哦。东极屿的第一站是东极屿灯塔，这个灯塔是1911年的时候由日本人新建的，塔高总共有24.4公尺，黑白相间的涂色除了有助于船只辨认，也是国际灯塔的专用配色哦。继续前往下一站吧，出发。嘿，这里是东极屿的日军遗址，又叫做兵厝。这个地方是日治时期建造给军人驻扎的营地，至今留下的建筑主体其实还蛮少的。不过这个无敌制高点是不是有点像马丘比丘啊？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走。1987年的时候，有一架从高雄飞往万安的台航班机在东极岛上空因为机械故障而迫降，所幸机上的11人都全数平安，因此飞机残骸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这边喽。对了，离开东极屿之前，记得瞄一眼这栋可爱的东极卫生室，还有在山壁上瞻望着岛民的东极之眼。接下来是已经在1979年废村的西极屿，西极屿是无法登岛的，但可以来看红遍全澎湖的西极屿蓝洞。幸运的话，在正中午的时候，可以看到阳光从洞口正上方往下照射，海水会因而呈现闪亮动人的蓝色哦。蓝洞拜拜喽，我们继续前进。Hello， 大家。我在澎湖的第四大岛，也就是七美岛，这里在澎湖群岛的最南端，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因为双星石窟就在这。来这里看到第一个东西就是全家便利商店，这大概就是我这几天跳的这几个岛屿唯一有便利商店的岛啊。那我们一样骑摩托车带大家去几个景点走一下，我们出发。嘿，这里叫做郑家庄，其实本来没有来这里的，但因为在前往双星石窟的路上看见这些建筑，觉得好漂亮，也就拍下来介绍给你们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右边这栋是一间民宿，你可以住在这古厝里面哦。好，我们前往下一站，走。嘿，终于见到国小课本上面的双星石窟了。这个石窟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看不出来吧？而且你知道吗？全世界大概有6-700座的石窟，其中580座都在澎湖哦。让我们前往下一站，出发。嘿，我现在在七美人种。这个七美的地名就是从这边来的。相传在明朝的时候，海盗入侵这个地方，其中有7个女子，她们不甘受辱，所以他们就投井自尽。那后来的人就把这个地方，把这个井填起来，然后立了他们的墓碑在这边。所以你会发现，他这里墓碑上面所供奉的是女子的用品哦。七美人种后面的这边有一条路，一直往里面走，会发现一个叫做古仙洞的地方。据说这个是当初登岛的居民哦，这个就是他们栖身的洞穴。它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小，这真的要用爬的才爬得进去了。好的，那我们前往下一站喽，走走走。嘿，
这一站是望夫石，就是我后面这一块岩石啊，就只是一个象形石。据说以前这个地方桃海人出海，常常就一去不复返，所以七美岛其实它又有寡妇之岛之称。当地居民赋予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女子，她因为丈夫出海许久未归，然后她就一直在海边守候着他，等他等他，等到最后体力不支倒地。有像吗？蛮像的吧。好，我们看完望夫石，前往下一站走。嘿呦，这个地方叫做南屿城。这地方的来由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七美的城市家族，他们为了感念先人在这个地方的辛勤开垦，然后呢建造了这一个纪念性的建筑。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是为了抵御外人入侵的一个防卫建筑。这个就是今天的南方四岛加上七美岛的行程，那我们再继续第四天行程 ，Go！ 大家早安，今天的行程是望安乡，也就是望安这个岛，这个呢是全澎湖群岛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哦，它的面积有六平方公里，人口呢大概5500个人。那我们的第一站是天台山，天台山是望安这边西边的最高点，全望安最高的山，海拔54公尺。好，这边可以一览地质，还有它的海景哦，我们带你们过去看一下。眼前所见就是一整个望安乡，蛮大的哦。这边有一块非常有故事的岩石哦，来，这个洞，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这个洞呢是吕洞宾的脚印。传说八仙过海的时候，吕洞宾到了这边，突然间八道天，然后呢他找不到地方上厕所，所以他就踩在这边上厕所。就这样子，他踩在这边大便，他在这里棒晒。吕洞宾，你的脚好大。好，那我们赶快前往下一站吧，走。嘿呦，我现在在中社古厝，也就是所谓的花宅。这里呢，从明朝就是大概1680年代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那这里因为它这个地势哦，有点像花瓣围绕着花的中心，所以这个名字就取名花宅。这个地方是我此行最最最最最期待的一个点哦。这些花宅大部分都是残破的，都留有墙面而已，但是你们看里面，哎，屋顶都不见了。花宅猫，很亲人的花宅猫。哇，这一间保存得好完整，这间好漂亮啊。大家看得出来吗？这是一个字哦，它是一个真。这些花材真的很漂亮，但是呢，我没有想到它们会这么的残破，大部分都是荒废的。花材这边有很多猫咪，然后这边呢，他们有卖饲料，那可以捐钱给他们。猫咪要乖乖长大哦，知道吗？花材这边逛好久，每次都这样，看到这种古厝，我就会走很久。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点，出发。嗨呀，我来到了俗称梦幻沙滩的往安口沙滩，真的超梦幻。它这里的沙好漂亮，超级无敌爆炸干净的，然后还好绿哦。你们看我后面，哎呀，疗愈。真的实在是太梦幻了，好干净，都没有垃圾，也没有人在玩水上活动，重点是也没有人包摊啦。
嗨，我现在来到了南寮古厝群，这地方有很多很多栋大概在1850年代的时候建的古厝群。首先，我找到一栋很漂亮的古厝，我带你们看看上面的花砖。真的好美哦，这些建筑工艺，这些花砖，超美的。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找这一间叫做徐凡古宅。这栋已经被登入为历史建筑了，大约是新建于1851年。南寮古厝群这边有一个小秘境。哒啦，就是这里，浮球，浮球装置艺术。你们知道这叫做什么吗？这叫做身在浮球不知浮。浮球好可爱哦，你们一定要来这里哦。南寮古厝跟浮球都在这边。好，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嘿，这里是后寮的天堂路。你们知道天堂路长怎样吗？长这样。这有点远哦，这已经到了白沙了。我骑得好累哦。旁边刚好都退潮没水了。不然左边右边这边如果都有水的话，看起来就是超梦幻的。好，我来到天堂路的尽头了，哒哒。好，回转，拜。这里往回走就是天堂路的另一端，也就是地狱啊，地狱。好可惜有退潮，你看两边都是礁石。好了，希望你们来的时候是涨潮的时间。我有看朋友拍，美炸哎。好，前往下一站。走，最后让我们一起从船上欣赏美美的澎湖花火吧。这就是这一次的澎湖 N 日游了，真的很感谢大家花那么多时间看完这支片。澎湖真的好多地方可以去，记得影片的最后会有来澎湖玩的攻略哦。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赞，大家一起来澎湖玩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澎湖的话呢，你要怎么安排你这一切的食衣住行娱乐呢？我自己这一次就是因为第一次到澎湖去，然后上网找了非常非常多资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有资讯都超分散了，所以
我这边就帮大家整理了所有你们第一次去澎湖应该要知道的资讯。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到澎湖去，这个很简单。第二个就是澎湖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去。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当地的交通工具要怎么选择，然后包含我的行李要怎么处理。第四个是我的行程安排，还有我的船票要怎么买。OK， 那第一个哦，怎么到澎湖这个最简单，你不是搭船就是搭飞机嘛。那搭飞机台湾的国内线基本上都有到，好几条线都有到，自己去研究哦。然后坐船的话呢，你可以从嘉义的布袋港坐过去，最近大概90分钟。台南的这个安平港两个小时也可以坐到那边去。那高雄的新兵码头它会有一个大型的游轮，但是花费时间要4到6个小时，是比较久的哦。所以这一些航班票价时间资讯你们就自己查了，因为这些资讯都比较单一。那么澎湖这么大，我要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玩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澎湖的地图哦。澎湖可以分为本岛跟离岛。本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有马公市，也就是市区所在地，机场也在这边，大部分人也都会住在这边，然后最热闹的地方也都在马公市这边。那马公市呢，往一个么字形的绕过去，它就会分别到了湖西乡、白沙乡跟西屿乡。好，这个就是澎湖本岛你可以去的地方，就这样绕一个么，就是这些。那离岛呢，离岛我这一次就拆南方跟北方的离岛就好，当然澎湖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离岛，非常多个。那北方的离岛最有名的就是吉贝屿跟木斗屿，这些有一些套票的行程可以走，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没去，所以我就没有资讯给大家了。那么南方的离岛大家大部分都会去的是什么？湖景屿、铜板屿、南方四岛，东极、西极、东屿屏、西屿屏，这四个岛叫南方四岛，都是小小的岛。更多人会去的就是望安乡跟七美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岛，但是因为比较冷门，然后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了。 OK， 这个就是澎湖的整个你可以去的地方。那如果你想去的地方不只是这些，你就可以再自己研究一下。那再来，澎湖当地的交通工具怎么选？第一个，自驾汽车，自己开车，当然你就租嘛，租一台汽车。如果你家有老人或小孩的话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比较舒适，然后整个澎湖都不会很难停车。下一个，自己骑摩托车这个选项，会是我首推的，因为机动性最高，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你还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然啦，因为澎湖的风很大，太阳也很大，你就要受得了这些，我是很 OK 啦，因为就出去玩嘛。那再来，你也可以选择有司机的包车方式，请司机帮你安排行程，还是你自己安排都行，你只要负责上下车就好了，皇帝级。再来就是公车，整个澎湖本岛有非常非常多的公车站，在大部分的比较有名的这个景点都有站点，但是呢车不多，我们在澎湖的4天看到的公车真的很少，但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也可以体验一下。那我们自己这一次所租用的这个机车公司呢，是民宿配合的，不是我们自己找的，但是很意外的他们的服务蛮不错的。好，他们叫做台湾悠游租车公司，我把资讯放在连接处，放在下面资讯，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我们一行人有租机车，然后也有租汽车，因为有小孩子，租车公司会直接先到机场接你们，接人跟接行李，然后呢他会把行李先载去民宿放，然后因为一早到嘛还不能 check in， 所以我们人就先载去牵摩托车就开始出去玩啦。然后呢退房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如果你的船班跟班机比较晚，你退房的时候还没办法带着行李跑来跑去，租车公司他会先在退房时间先去民宿接你的行李，然后你人就继续骑着摩托车先在外面玩嘛，等到时间差不多，登机前或登船前的时间，你再把车骑到租车公司去归还，同时行李在他们身上了嘛，他们就把行李跟你载到机场或再去搭船。那行程怎么安排呢？因为我除了马公市本岛之外，我是很想再去多去几个岛屿拍啊，所以说我交叉比对超多资讯。除了马公本岛之外，我还去了6个岛屿，湖景屿、铜盘屿、东极屿、西极屿、七美、望安。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子安排的，我们总共有4天，我们的航班是早上的嘛，去的时候是早上的航班，回来的时候是早晚上的航班。因为第一天有花火节是在晚上，所以第一天早上到的时候呢，你先在马公绕一绕，好，然后晚上就看花火节。那第二天怎么安排？因为我们下午去湖景屿加统盘屿的套票行程，它是下午开船，所以早上你还可以在马公绕。那第三天呢？第三天我们就去南方四岛加七美岛这个套票行程。那因为它早上就出发了，所以就7点多就开始出海了嘛，然后一直到下午大概4点将近5点那个时候行程结束回来之后就休息了。第四天
我们去了望安岛，望安岛也是早上就要去，从一早坐船到那边大概有四个小时时间可以待在上面，四个小时回来之后也才三四点前而已，那晚上的航班是八点多，我还是有时间在马公本岛再走一下。那你要怎么像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到这么多的岛屿呢？我跟你说，我比了超多 KKday 啊 Klook 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平台哦，我找出一个非常顺路又好安排的方式。好，我教你们哦。首先呢，我们去这个南方四岛加七美岛的这个套票行程哦，我们是在 Klook 上面找到的，下面有连结，大家可以去看。Klook 上面可以去南方四岛，包括东极屿登岛嘛，然后西极屿的蓝洞，再来就是去七美岛。那它这个行程包含了东极屿的摩托车跟七美岛的摩托车。然后呢，七美岛你也可以选择你要骑摩托车还是你要打游览车，可以在 Klook 上面选。再来的话呢，我们去第二天的这个湖景屿加统盘屿，它是在 KKday 上面所订的套票行程，这个行程包含了湖景屿的摩托车。我强烈建议你湖景屿要租摩托车去东山看，真的实在是太漂亮了。再来就是统盘屿嘛，但统盘很小，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很短，所以用走了就可以了。再来呢，花火节我们这次是在船上看的，然后我们也是在 KKday 上面订的，他订的这个票到时候可以再选择你到底是要在船上看，还是你要去你要在路上看。路上的话会到一个叫做彩虹文旅他们的这个顶楼去观赏，你可以到时候决定。好，这个就是我们订票的平台跟订票的方式。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望安。我们望安是搭澎湖县政府的公共船去的，从早上九点半就出发前往望安，下午大概三点二十的时候从望安回来到马公，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非常顺利的可以去很多个岛屿，超赞的吧？我觉得我超会排行程的。还有一件事情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你如果坐民营的交通船跟县政府的交通船，它坐船的地点是不一样的哦。你如果要坐民营的交通船的话呢，各个船公司全部都会在南海游客中心。但是如果你去你坐的是像去望安的澎湖县政府公共交通船的话呢，你要在南海游客中心100公尺旁的这个公共船搭乘处去坐公共船。怎么走呢？我一开始有点找不到，还有点担心哦。你只要站在南海游客中心，面对着海往左前方看，你就会看到一栋白色的建筑，这个就是公共船的这个搭船处了。好啦，资讯有点多，如果看到这边代表你真的非常的需要这些资讯，而且你真的很想去澎湖玩。 OK， 那祝你们玩得开心咯，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